简安心情怎么样？回家了吗？嗯，回家了。这两天玩的挺开心的。以后这种事情啊，我不允许再发生。尤其是那个韩若曦，她要是再闹事的话，我也不饶她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来喝茶。哼。哎，对了，妈，我有件事情想请教您。说。是有关女生生理期的问题。 简安啊，嗯，她每次那个来，都会特别的不舒服，然后我用尽了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我想说，妈，有没有认识什么厉害的中医啊？哎呀，你怎么才说呢？你怎么当老公的？这个是冯大夫，几十年的老中医，最擅长调理身体，妈的身体啊都是他调理好的。 是不是减过肥啊？哎，我就知道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喜欢把自己的身子往死里做。我看这黑眼圈，平时是不是也熬夜啊？不能熬夜，熬夜伤身体，熬夜那是对身体最大的损耗，知道吗？大夫，您可太厉害了。体虚。 贫血，经期不通，我给你开个方子，回去调理一下。那这个药苦不苦啊？要不苦，还能是甜的？鸡蛋师傅用。哦，对了，医生，你帮他也看看吧。 听到没？趁热喝。你喝我就喝啊。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我都喝了，你想耍赖是吧？一定是你的药不苦，所以才喝了这么干脆。
陆总，您就别逼太太了，这药啊，我刚才尝了一口，确实是太苦，要不亮亮再喝。厨房的火我还没关呢。简安，你先坐下。哪有你这么强迫人的？简安，我告诉你。 你现在身体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，这药你必须得喝。这样吧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是吗？你将这碗药一大口喝下，让药尽可能少的与味蕾接触，要快，然后马上含一颗糖，就能化解苦涩的味道。能行吗？ 你依靠借我孩子的笑，对你我没有做不到，多远只要你说需要。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所以还苦吗？不苦了，我先想出去了。 哎，幸福是什么？就是每天都有糖吃。我才不要吃呢，这个药好苦啊。 真乖。对了，简安，爸今天下午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们回去讨论一下苏氏周年庆的事。那你答应了吗？嗯。那为什么要答应啊？这是个好机会啊！上次你爸就已经怀疑我们了，我们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证明一下我是你们苏家女婿，非常合情合理，对吧？我才不要回去呢！要是你自己去，我爸他一定不死心。 难不成我还要回去当那个女王啊？你不想去啊？嗯，行。只是那么重要的庆典，如果你不出现的话，爸肯定会很失落的。简安，爸始终是生你养你的父亲，他也只是用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方式去爱你。或许你不喜欢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。 在你爸的心中，你肯定比任何人都重要。杨老师啊，这个是我们生产的最新款内衣，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，您穿上它，保证您身材越来越好。简安，我会好好教的，估计不用了，我还有课就先走了啊。杨老师，一点心。爸，太丢人了。内衣馆。 这我知道，简安，有些事情并不是一味的逃避就可以解决的，终究还是得面对。他们又欺负你了？
没有来欺负我，这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嘴？这样逆来顺受的，只会让人变本加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抬头挺胸，怼回去啊！怼回去，你就会发现，不过就是一群纸老虎。来了，这回我看你是要当将军。 去或不去，你自己考虑清楚吧。伯言，我明天跟你一块儿去。